对对。就是我们把速度减下来之后，减到50，然后按停止，按了停止之后按急停，急停故意键这里红灯故意亮，然后再把急停开关抬起来，然后我们再按复位，复位之后它变成绿色了，所有的停下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切换成儿童，前面会出现几件事。往那边走。样品好了之后，它变成绿色，是不是？变成小孩子的，变儿童的。我没有干枯。哦，干枯出来了。